心上真有佛啊！我们冷静去体会一下，师长在讲经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哪一句？我们举一两句啊。老和尚常说，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。因为假如不落实啊，听经是听经，生活是生活，恶佛法是不恶法。我们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啊，我们就入不了佛门了。另一句老和尚最常讲的，六根接触六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我们今天觉得念佛才是修行，我煮饭给家里人吃不是修行，就分别了，就执着了。所以假如我们没有把老和尚常常提的这些经句真正深入去体悟了，我们会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啊，越学越分别，越学越执着啊！啊，当我们觉得念佛才是修行了，那我们会执着念佛啊。然后家里的事啊，就不是很愿意干呐。学如逆水行舟啊，不进则退啊。我们对自己的分别执着点没有办法看到，那它只会进越来越多。所以师长常常说，你会吗？会不会修行？会不会能关照到我们念头的分别执着处，进而能够去把它放下？就像我们今天煮饭呢，哎呀，礼敬诸佛啊，我这个是煮给诸佛吃的，家里的人都是弥陀啊，自性弥陀啊，那这一盘菜呀，就是广修供养啊，煮这个饭呢，就是普贤行了。像我们诸位法师他们常常都在厨房煮菜给大家吃啊，哇，你看他们脸都这么圆呢，这个煮着煮着智慧福报都增长，所以我得好好向他们学习学习。我说要吃胖一点呢，发了好几年的愿啊，每年都开空头支票。明明食言而肥啊，我怎么肥不起来啊？这个能不能肥啊，我们要从根本修啊，修身为本啊，人要有福报啊，量大福才会大，应该扩宽心量啊，所以我得到厨房走一走啊，广修供养一下啊！哎，想当年啊，22年前呢，我在学院是做过馒头的啊，虽然做的腰酸背痛啊，得趁没有人的时候到旁边休息啊，因为呢，做的人年纪都比我大，他们都没休息，我不好意思休息了。当时候一做都是几百个馒头啊。所以学院的馒头特别好吃啊！我才住了2个多月就胖了5公斤了。所以命中注定啊，得吃佛门的饭才能胖。得常常回到道场来啊！就像这个佛门有结下安居啊！回到僧团了，回到道场啊，先静下来啊。不然每天瞎忙不行啊，忙忙忙到都
先到寺里面去了。所以承德能跟大家 分享一点呢，都是自己以前跟现在犯的过失太多了。所以广修供养啊，希望大家不犯我走过的这些错误。所以当信佛经语身啊，佛法其深无底啊，其广无边呢。这一句不二法门在哪？在我们每一个当下的心念，不能去分别，我们才能住不二法门啊，才能住在真心啊。我们在一切境界得不分别不执着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我们还做不到啊。师父让我们念在每个境界不分别不执着啊，我们一遇到人，我喜欢他我讨厌他，就分别了，就执着了啊。真修行人遇到好的缘，那个喜欢要控制住，不然啊，你就看不到他的问题了，你就护念不了他了。人莫知其子之恶啊，莫知其苗之硕啊。大学这一句很有味道啊。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鲜矣。夫妻之间要做同参道友啊，可不简单呐！夫妻啊，姻缘不错的，我看了好几对了，感情很好啊。另一半的问题看不到了，还帮另一半掩饰。比方说先生脾气很大，这个太太哎呀反正他也是为了道场好嘛，掩饰啊，帮先生掩饰的，所以这个喜欢一起作用了，也不是真心了，因无所住啊，真心一法不立啊，还有这个真喜欢的感觉太强烈了，不容易看到对方的不足了。这是夫妻关系好啊，这修行也是个挑战哦。夫妻关系不好呢，也是个挑战。关系一不好，就觉得对方什么优点都没有了。你看，因为心里啊放着对方的不好了，他就开始发酵发酵发酵，到最后发展成本来人家很多优点呢，在我们眼中一个优点都没有了。我曾经在有一次在广东讲课啊，我说夫妻相处一句真言呢，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。哇，有一个女性啊，马上在台下很大声喊了一声：“没有优点！”哇，你看我们在台上也会有境界哦。哦，你讲一句，底下给你反驳一句啊，没有优点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要不动心，不然就跟他台上台下辩论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念了几句阿弥陀佛，心里念了，不是嘴巴念出来，不然人家还以为我在骂人。不能让众生起心动念，不能做出让众生误会的事情，这个是我们要有这个敏感度，防止众生起心动念，心里念。然后我就带着微笑走下台去，到了这个女士的面前，
我说这位女士啊，你的先生没有优点啊，你还嫁给他啊，你真像我们佛门说的地藏菩萨，我不入地狱啊，谁入地狱呢？这个我们一念佛啊，就有佛菩萨加持啊！啊，因为我刚刚那一段呢，不是我事先写的台词，啊，所以心啊，能定得住啊，这佛菩萨加持的力量会给我们灵感呢。所以佛门这些话都很深呢，真心一法不立。我们一遇到另一半，遇到亲人朋友，马上心里就有很多影像浮现出来了，代表我们的心里面本来就放东西了，遇到境界就检查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得练不落印象啊。不落印象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心就得在境界当中练这些功夫啊。所以师长常讲的这些话都是修行的重点啊。我们刚刚说好多不好精，现在修行就喜欢多，不喜欢一句啊把它落实透彻。哇，我们今天真的肯把这一句老和尚说的会修行，六根接触六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真落实这一句啊，每一天都能查到自己念头错在哪。哎，这个念头分别了，这个念头执着了，这个念头有傲慢了，这个念头有怀疑啦。发现自己过失叫开悟啦，能够贯彻老和尚这一句啊，哇，那每一天开悟好多次啊！啊，看清楚了，肯去改正自己的过失，真修行了。